感谢在座的所有的乡亲士大，大家好。四个月来，真正是大家乡亲，安尼搞完立体，可是才当行到这个地步。我们有很多的庙口，我们有很多的造势，都是各位坐在台下。所以我希望柯真未来还是能够用我的善良、我的努力、我的智慧、我的能力，为安高雄的乡亲继续打拼，大家讲好不好？这是我的承诺。因为柯真来到家，真正多四五个月时间，但是安高雄的乡亲不离不弃，对我是如此的包容。对我的所有的所作所为，给我这么的鼓励，所以柯真一定会留在高雄，和大家继续打拼。柯真是一个两个囡仔妈妈，我伫大学教的23岁，我也要面对我的囡仔。我要面对我的学生，我始终如一的真诚无误的站在这个地方。柯真北漂这么多年，我去台北读书，我去美国留学，40年以后，我真正要回来跟大家服务。拍摄柯真回来的比较晚，但是我承诺，柯真回来绝对不会短。我跟大家点点头。柯真不是奇迹。高雄才是柯真的奇迹，柯真不是奇迹，但是柯真愿各位愿意我们高雄的市民，我们共创奇迹。我爸爸给我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也要给我的儿子女儿一个最勇敢的榜样。我要让我的孩子深深的怀念他的母亲是如何在这么艰苦的环境当中，他还可以勇往直前。我的学生从台北过来，他们都是高雄人，他们过去或许对于国民党都是不太的信任，可是他们这次回来为了柯老师会，谢谢我的学生们，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老师是一个真诚认真而且愿意为高雄子弟来奋斗的，所以过去他们或许不是认同国民党，可是从现在开始他们知道国民党有一个人可以站在这个地方照亮所有高雄的光，这是柯真对大家的承诺。一个北漂40年的人，如果没有这些人帮我开路帮我引路，我实在不晓得往哪里走。他们帮我的开路之后呢，柯真凭着我的努力，还有凭着高各位乡亲的支持，穿破了3双的鞋子，走遍了38区，不止3次。这是我对高雄土地的热爱。不管这一次选的如何，我一定长驻。这是我们彼此间的承诺，大家恭贺不贺？谢谢大家。我一直说，选举这个过程虽然辛苦，但是认识很多的朋友，这是一个正向的选举。这是一个充满骄傲微笑的选举，柯真真正四五个月时间，予大家爱戴，予
功嘞，我打了几期，我会把这份心，就成了我爸爸告诉我，我的名字就是感恩，要报恩。柯真，一生悬命为高雄，这是我的承诺，谢谢大家。